后点位有个钉子，如芒刺背的情况下，艾瑞选择 B 通做前压，撞上了。啊，这确实 ，AK 有意识到，同时经典加强这个距离，想抓探妹、出来全白，全是白的。哇，弗洛西打了个爽。你永远会折服于你队友的顶尖道具。一打三的局面给到浩东，丢丢想要抢点，浩东也不等了，直接来替他出烟，自己主动找这一个穿板，剩下两个再拆开吗？有机会吗？五发一四发，对面想拉开，对面想拉开，刘一手想跑，刘一手都接住了，浩东的一打三，两边可以说是神仙打架，各展神通啊。赵云应该还是扔 A 小灯区，要当心对面的蟒侠和树卫啊，这两把相对轻甲都很要命，但是 Smoky 直接两发头抬走，三打四的回防 ，Smoky 已经三杀了，四杀 ，Smoky，Ace 瞬间的诞生，五个击杀里面还有四个是精准的头部命中，第二时间转向 A 点，把零调回来之后有半线和战术监控，能混烟吗？哎，这过点看到人了吗？反手字母哥有补枪，后续 YU 的位置其实也算半名牌了，抛了神经血吸，拿到站位互穿 ，YU 顶住了。还有狙在，小白又没机会的，再来，邻居又空一枪，但是他没有烟雾过点了，三发子弹，右上角有人，这局是不是空有点多了？还有一发，知道在二楼，看看位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穿透的机会，穿到身体，剑影再骗，62滴血一枪身体能死哦，弗洛西又被穿了枪身体，血很低，他不敢不看，晃着看，被敲头了，赢了。哎呦，他抓住了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，对，只要晃身就会被穿。想法来到 FPX 优势枪械本，五把步枪，而对面的枪械是各种都有 life， 瞬间的一个双杀在 B 大直接打开了缺口， life 已经深入到了 L 管，有很多侧身，但这样的话其实他自己要谨慎一点，他掉枪 OK， 现在要看一下康康，康康是非常慢的在做一个绕后，因为手上只有判官加标配，抽了想找小锦枪，但是 life 直接踩过对面的人号榴弹，找到第四个击杀，这名眼枪他是把判官先扔了，好，那这样猜到了，猜到了，看到了，拿到 ace，来也是最后一颗头部命中，贴歪塞，别忘了，别忘了，找到歪塞，补不散，补不散，停，来给我加八点，给我加八点，加这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给我加八点，加八点，加八点，八点眼可以，两个头子，两个，有点火，在那边不知道，在那边现在 low info lay， 不是他 CT 丢过雷的，但他不知道去哪了，有一名敌人。逼了，等我，给来补拉一下，给来补拉一下，来不要补杀了。一个飞。